请听今天的读经，是新约圣经加拉太书五章一节。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再被奴仆的恶辖制。又在同章十三节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。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四节，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，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世界上有很多的纪念日，譬如商店的开幕、大厦的落成，还有人们的结婚。这些纪念日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的。没有一个人的诞生以及国家成立的纪念日，这不是偶然的，它是天定的、独有的。孔子在《礼运》篇曾经这样说，先王以成天之道，以治人之情，故失之者亡，得之者生。朋友，今天时照之声的主讲人李四贵牧师，他要讲论一个国家独立的纪念日，下面就请您收听吧。美国爱国志士名叫 Patrick Henry， 他说， I do not know what course others will take, but as for me,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。 我不知道别人可能采取什么路径，但是至于我，给我自由，不然呢，就让我死。自从历代以来，自由的火呢，在人的心中燃烧着。许多次暴力像洪水，愿意浇灭这个火。但是感谢上帝，自由的火把仍然是烧着。今日自由世界面对着一个最大的危机，就是自由世界的前途如何。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乎人类为保持自由愿意不愿意付上自由的代价。自由是一个宝贵的遗产，自由也是上帝给予人类的一个宝贵的礼物。在圣经里，格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说， Wherever the Spirit of God is, there is liberty。主就是上帝的灵在哪里，那里就有自由。上帝创造人的时候，他没有造人像一个傀儡，叫他点头他就点头，叫他举手他就举手，叫他喊打倒他就喊打倒。上帝造人的时候也不像一个机器，随他操纵。上帝造人的时候是赋予他自由选择的权利，让他自由发展他的才干，自由选择他生活的方式，自由发表言论，自由选择宗教信仰。基督徒认为地上的政府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要保护人民的自由。美国在北美有一些殖民地区宣布独立，在这个独立宣言的序文里面呢，有这一段，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-evident,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
and that all men are endowed with the inalienable right to life, liberty,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.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欲自明者，人人生而平等，造物主赋予若干不容褫夺的权利，其中包括生存、自由以及追求幸福。中华民国也是基于这些原理，在中华民国的宪法里面也保证国民的自由。国父在他的遗嘱里面也说过，欲知利，国民革命凡40年，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。每一位中国的公民应该有一个感谢的心，因为他们能住在自由中国，也能运用这种自由的权利。虽然自由是上帝所赋予的礼物啊，可是一个人呢，不能认为这种特权自然是永远属于他的。假如他不保持警觉的话，他也许会失掉这种福气。人的历史只不过是一本奋斗的记录，就是记录人如何失去自由，然后恢复他们所失去的自由。有的民主国家为了获得独立自由，付上很重的代价。我们就想到美国和中国革命的经过，我们的自由是用自我牺牲、勇敢奋斗的价值而买来的。诸位，自由的代价就是血。我们现在能享受自由，那是因为在过去，有人重视自由过于他们自己的生命，因此他们在战场上就流出他们的血来争取自由。结果呢，你我今日能享受平安和自由。朋友啊，假如我们要保持我们的自由，我们必须付上任何的代价。因为保持你的自由会付上多大的代价呢？一个爱自由的人应当重视他的自由过于钱财、过于名望，他也愿意为了自由而牺牲小我，他应当在事实上有这样的观念：贪污、贿赂、欺骗、谎言都是出卖自由的象征。假如一个人不断地过一种散漫的生活，他总有一天会失掉他的自由。撒旦是自由的大仇敌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像一个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噬的人。圣经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因此罪人本来是属于撒旦。可是啊，我们不必永远的属于他，因为耶稣已经付上流血的代价，为的是要救赎我们脱离撒旦的网罗。圣经说， If the Son make you free, you will be free indeed. 叫了子，就是耶稣，叫你自由，你就真自由了。耶稣会给我们力量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唯有这样的生活才能够保持上帝所赋予我们的自由。颂扬主慈爱多么坚强。
黄尘，万邦万国生在长江上，万邦生在万邦万国要生在上族，万民要生扬生扬生扬扬。慈爱多么坚强，万民要颂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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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万民要颂扬颂扬，他的心事永远长存。万邦万国，万邦万国要颂赞上主，万民要颂扬颂扬主慈爱多么坚强，万民要颂扬颂扬他的心事永远长存。Oh, God.